我们现在加油。行，你看能加多少？那就满了呗。加满它。上回我们在这加的，我们总在这加。九二。九二不行吗？中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高速。老李说的啊，上高速车肯定不多啊，这个时候肯定是车少。高速，那我们就尝试一下，看看几个高速上的车。快呀，这时间过得多快。我一没上高速就心里，我开车，咱今天咱不开快车，哎，100迈就行了。100迈。现在前方就是卢龙。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因为我们刚出来，就进不去了，不去了。400米，优限速120米，这就进不去了。穿还是不多吧？不多，还行。也算不多吧。对，你太英明了。五一那天，我的30号那天最多的，是吧？今天是五一。对，昨天最多的。对，没哦，昨天。前天也最多。前天。在高速哪有人？还有车，那你看那超市，基本没有车，人车少，都是进去都是小麦。我们现在快要到，还有2公里就到曹妃甸了。曹妃甸这个高速公路两边这个树栽的挺密的，绿化给人感觉到挺好。别走，像刚才最边的那个，最边上，最边那个，最边这个2米你过不去。你这里还有限2米的。哎呀，怎么还？还没真正进市区。这是这个边上，这是个什么街道？咱们走的是，看一看曹妃甸的市容市貌。这是商业网点，北京市。这我找一个地方，我们先停下。停下吧。你扫桶装水。我们在家没有带桶装水来。老李说的腿挺沉的。到地方再买一个桶装水就行了。我们把桶装水的这个桶带着呢。附近的桶装水供应点，有吗？哪一个？我看，2.1公里。准备出发，全程2.9公里，大约需要8分钟。行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往桶装水那个供应点走。
在您右侧。啊，桶装水。是吧？桶装水对了，好了。下去灌去。桶装水到了，我们到这个点了，下去灌去吧。哎呀，佳佳、妞妞你也下去待一会儿去。哎，下来。正好能装咱一桶是吧？装不满。哎呦，咱这个桶比它还大点啊。装不满就好，装满人倒不下，倒谁呀？对呀，正好。差这一点。正好。哎，对，这还有拎的，还挺好。我们车停在这儿了，行了。我们现在找了个树荫啊，这边是树荫，那挺凉快的。茶饭店，茶饭店湿地哪儿呢？太远了。湿地12公里。嗯，太远了。看我这个车里多宽敞。这边是整理箱，这里我们两个也能坐下，坐在这儿，你看，在车里头可以。活动都挺方便的，我们就这样出山旅行挺好的。刚才我躺下睡着了，睡了一会儿，现在也不早了，一会儿我们就找饭店吃饭，再找一个露营地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刚才休息过来了，完了后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。现在我们这么早呢，找地方吃饭去。对。完了以后我们再找一个可以露营的一个停车场，是直行。现在我们在找饭店，找饭店我们也得找能停车的地方吃饭，首先它能停车。可以看见地方。我们又在这一块儿。曹妃店我们这又转了一圈，没找到饭店。这一片饭店有少。这找你找了半天的饭店，看哪个适合我们。我就找了这个附近这个饭店，因为我们停车场，我们停车停在这儿，所以我来了个排骨的，老李是来了个牛腩的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要等20分钟这个。才能上来，等待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这一人一份，我是排骨的，他是牛腩的。不够吃完再称啊。大米饭是就是随便吃。直播您太好了。啊。快点。啊。我这个多，因为这菜都在这里，挑你那吃去啊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嗯，你换一个呢？就是有的是啊。我给他拿一小碗。我下来。好，随便。哥，你土豆没有啊？嗯，有土豆吗？冻豆腐。嗯。嗯，鲜豆腐。你这边肯定不够，米饭不够，你自己再盛。刚才人家帮着盛的，他说自己可以盛。味道怎么样？好。我咋没有味觉呢？别给我拿回去，这肯定肉，别不扔的。那给你晾着，晾着啊。给你晾着，因为太热啊。这儿有啊，
排骨倒不少。你那没粉条，来，把这个粉条给你摘了。我吃不了这些。太热了。肉多，看这块肉给妞妞吃吧，放点给妞妞。给妞妞吗？妞妞，味道还行，肉多。